真的，谢谢。哎，跟妈妈是同一型的。同一型吗？都是长发辣妹啊，长发，跟妈妈才都很好，跟妈妈还不同一型呢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感两位感情好不好？很好，真的吗？我都叫阿染，没有叫妈妈。阿染就像姐妹，姐妹阿染，姐妹。你跟妈妈吵架，应该是艺能界她都知道的事。对，节目上讲啊。尴尬，直接而且还在我们这边吵，真的不合。对，真的很好啊。他虽然讲话难听了，但是其实也是句句实话，还言逆耳啊。能够让王思佳讲说讲话难听的，那肯定很难听，很难听，各位，句句属实。去跟你爸，因为我是单亲，然后有时候吵架，妈妈气头上的时候就会。有脱口而出这个话，哦，就受不了这句，对，超累。为什么打我？不是打他，一定是打你，一定是打小孩啊。谁的小孩比较乖？哦，孩子也怕被比较，对，我不喜欢被比较，最讨厌被比较。嗯，当然了，谁都不喜欢，就会一直哭，一直哭哦。啊，跟爸爸分开很久了，就对啊。哦，二十几年了，二十几年。拢是为了你啦，有本事下辈子换你当我妈哦，不一样，对，哎，这个是温馨的话呢。我妈就是一个她真的很欠人家管的人，比如说她现在这个年纪，她喝全糖饮料，哦，全糖哎，各位，真的全糖，珍珠奶茶也是全糖，我就把它丢了。他说：“你丢了我的饮料，你要赔我一杯。”那我就帮他买了一杯无糖，无糖哦，他就喝一口丢掉。哦，然后他就骂我，他说我是你妈，有本事下辈子换你当我妈，再来管我。对呀，然后我就爆炸了。没的，这就有什么好气？其实你也是为他好啊，对呀，妈妈说的都是为你好。对呀，恭喜你得利了。你认为讲这句话他会生气？他不鸟我，他气炸了，马上哦，气疯了。嗯，怎么会呢？他是说你每次都这样讲啊。哦，但是我惹毛了他，我只要管他，我说都说都是为你好，他马上嘣就爆表了。我们有一个那种就是大数据，就是都是为你好，也是小朋友觉得那个亲了，这一句会很生气，有点亲了的，要异地而出来。最讨厌小孩的哪一个前任？哇，不是。因为像子子这一对，我就怕突然间爆出我们的我们认识的大头条，比如对对对，阿染突然间有个答案，张立东，哎呦，东东，来先看看子子的二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姓陈，哦哦，劈腿啊，对，劈腿，劈腿。啊！你怎么会一直原谅呢？你一直原谅。其实我是不知道，我是被瞒在谷底，我是到分手之后才知道他劈腿过很多次，然后我才跟他讲，才抓到的。对，然后他就觉得我怎么会笨到就是在一起被劈了这么多次都不晓得，然后我就逼他们分手。那后来他朋友有跟他讲，都有在外面看到。哇，对，眼线的啦。我觉得他每次一谈恋爱就恋爱脑，恋爱脑，就跟白痴一样啊。男生说什么他都相信啊，不然呢？结果也有的还是习惯性劈腿啊。他也不知道，我一讲他就说我在。我就说他都唱衰我，他每次他就这样啊，这个不行。然后我说你又不认识人家，你也没跟他讲过话。他说我是你妈妈。私家就外貌协会啊，那小子都挑帅的，对呀，对呀，你去挑一些丑的，搞不好也就很一辈子。你帅气，结婚了，有了，不是啊，丑的会劈腿，帅的会劈腿，那选帅的，对啊，啊不是比较划算。我对，来来，快问快答，九十秒计时。最近一次跟爸爸亲的是什么时候？三，昨天。哇，不要乱讲啊！快九十秒了，说出演艺圈比我还三八的人。三，齐吗？二。OK， 阿染跟子子，快问快答，九十秒 ，Go。我的三围多少？三四二五三四，英文字，英文字，三四 D。好 ，OK。说出张立东的三个缺点。哇，那个牙龈炎，然后他爱跟女生聊天，然后有时候不好笑。哦，牙龈炎。牙龈炎。那你问，说出我三个刺青的地方。后颈、手背、胸下。哦，胸下也有。有。可以帮我。胸下问童子。可以帮我出买房子的头期款吗？不会。哇哦。哦。对自己身材哪个地方最满意？哎，脚趾。啊，嗯，说出我养的猫的名字。
抱抱、灰灰、茶某、妹子，最喜欢的三个球员。哦，来三，简浩、松伟、李德威。哦，现在有几个男生追你？五个。哦，真假啦？前团员陈一、小凡，谁的坏习惯最多？劝呢？前团员陈一、小凡，陈一，演艺圈三个值得交往的男生。三，刘德华、金城武、陈汉典。哎哎哎，等一下。最小的男生30岁。哇，如果我再生一个小孩要叫什么名字？不要吧，叫不要吧，不要吧。最讨厌我们哪个艺人出去？张立东。张立东。好，时间到，答对几题？我的蛮多的哦。哎，这一组很精彩，很多资讯。12题呀，哎呦，哇，太多资讯了。哎，妈妈还有30岁的男生在追，而且五个人在追，最小五个哦，行情很好哎。妈妈看起来就很桃花的感觉，对，春风满朵朵开，春风花明兰，每一个都是玩玩啊，不，认识中，每一个都是交往认识朋友了。哦，啊，会担心子侄嘛？因为艺能界有没有办法遇到好男人呐？对，有点担心。艺能界。都很花，对，那你刚刚讲那个快问快答是真的吗？还是情急之下？是真的啦。对 ，OK， 对，陈汉典，你值得交往。哎呦，啊，你为什么选陈汉典而没有我呢？因为你太花了。完全没变，他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一就是喝，哎，喝酒了。阿然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被媒体污蔑了。你问他们两个，对，艺能界里面最不花的，大概我应该排前三。因为媒体写的哈，其实都不是真的。对，对，真的，因为真的媒体都没写。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多了。好，中午有把柄，互有把柄，别聊，不要，提不动，我不动，不要。